嗨，大家，今天要继续来画《硕果》这件作品。我在巷口开了一间一手私藏红茶，在炎炎夏日配着奶茶画图，真是不要太美好了。看这水珠滴的，就知道是酷暑了。今天下午要把整个画面都照染一次，先调油，自制达玛凡尼斯。用 Talents 的瓶子分装，避免沉淀，摇一摇。野蛮人油。明媚的阳光透射金黄色的亚麻仁油，好漂亮呀！松节油。搅拌搅拌，先用深褐色来照染一次背景。沾一些油，让颜料浓度变淡。
再用这个黄色，沾染硕果。用太白加一点土黄，提埋中间的花器，这其实是一个研究所学长的女朋友做的，特别有手作感。我在某次市集 get， 平常用来喝水吃优格，这次将它入画了。今天就是将整个画面都沾染上一层颜料，只有提白中间的茶杯，沾染后会变暗，下次来提亮。谢谢收看，欢迎订阅我。如果对我的作品有兴趣，影片下面的资讯栏有线上一览的连结哟。那么，希望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